现在的话，我站的位置是秋季马龙这边的一个百合基地。你在这边种百合种了多长时间了？今年栽了2年了。哪哈开始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呢？哎，怕死了，今年是第5年了。听你感觉我们公司的产品总体用下来在百合上面效果咋个样？效果嘛，啊，感觉还是好呢。除了这种油水上啊、环保各方面都有啊。感谢种子对我们这公司产品那个支持。你好，杨子。你这边种多少亩？种了100亩。你们这边是哪哈使用我们公司产品呢？我们用了2-3年了。用下来我们公司的产品效果咋个样？效果还是好呢，很好，油水环保这些颜色啊什么都很好。后期的话你们应该继续来试了吗？嗯，是呢。你好，你这边是种的是哪品种？这个西伯利亚。你使用我们公司产品多长时间了？啊，我2-3年了。你感觉就是使用我们公司这些产品下来效果咋个样呢？还很好，反正油水啊环保都还是可以，比较好，都是比较好的，是吧？啊，你好高老板，你这边的话使用我们公司产品多长时间了？3年啊。感觉使用下来效果咋个样？效果好呢。你好梁哥，你这边的话使用我们公司产品多长时间了？17-18年。就是从我们公司这边开始了嘛，然后你一直在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噶，使用下来效果咋个样？首先我就油水好点啊，环保了不行，还更新好些点。你这边是种了多少亩百合？50来亩。你种了几年了种百合？10年了。哪哈开始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呢？应该是7年吧，饮用巧克力。在这个百合上主要效果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油水好一点。那我们一下巧克力点个啥？